你什么人？竟然敢装你叶家台？什么？这是叶家台？迄个用词真重，分明是伊勇敢的尸体走来阴间，还阁唔紧束手就绑，跟我来去灵王殿认罪。我唔是故意，我想要等你勇敢，请你甲我讲，我要安怎做，才会等你勇敢，好不？哼，地府敢是你爱来就来，爱去就去的所在。如果你若敢反抗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小妹，你敢知影？你已经开着叶家台钱。什么？叶家台？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你若开着叶家台钱，一定喊出你的原形。我想干死你，我什么拢看袂着。啊！你是无解火吼？你好大胆！莫非你想要来救800万的生意？你误会，我是拄好才入来地府的。我绝对不是要来救出魔界800万的生灵，请你跟我讲，我是要安怎才会当离开这里？哼！地府多年在三界之外，不准你来来，我为你做主的，跟我来去冥王殿受罪。莫莲，你是谁啦？冰清是莫莲，请您将伊放开，我拢是过来这个地界的，您千万唔通为难伊。唔免讲遐济啊，既然来到地府，我就要甲伊抓起。无唔对，这虽然是地府，也唔过。两位蔡大爷，敢讲您连一点仔怜悯之心都无信？什么怜悯之心？我将就要把伊杀落去，眼见在下骹。如果一个唔知死活的伤心，你就唔知死活。好一个叶家台，我都唔准叫兵客来，我准拍破。嘿！我是专工来找你的啊！你我是阴阳两界，我劝你，还是免白费心机。白费心机，小青，我正敢不是已经找到你啊？你讲，有这个善中，我能带你离开这？善中，善中哪会去你的手头？哪里无林彪兄嘞？无林彪兄，伊这阵安怎？你将高飞红红做阵，我真是不相信。小青，因两个人本来就是翁仔某，早应该将伊放袂开。搁再讲，无你妈已经出家啊。伊出家又搁是安怎？在我心肝内底，我永远爱，只是无能表现伊一个人。小青，你就是这样执迷不悟，无怪你在这受苦。这是我的代志，免你管。明天的，我是真无想要看到你，我希望你马上离开这。袂用的，我既然已经来到这，若是无带你走，我绝对袂离开。你想要创啥？小青，你跟我做阵走，跟我倒来去魔界，那呢，咱就当永远生活到底呐，哈？明天的，就算我踮这永远无法度超生，我也无可能跟你倒来魔界。小青。传说讲这白玉镜有真大秘密，看规部拢看袂出来咧。嗯？什么声？嗯？哪有人？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发生什么大事？你无看到有两个人无？看开啊，无？
白玉镜，哎，哪有两块白玉镜啊？老爷，嗯，我看哦，规日个解决恁上啦，袂呢，先甲伊关起来。因既然有这白玉镜，伊一定知影白玉镜的秘密。哇，我可能出大事哦！啊，嫂，哎呦呀，你是走倒去啦？啊，阮惊到近要死呢！哎呦，会担心是缘啦，未担心嘛是缘啦。哎呀，够咧缘啦！嘿，你即摆应该爱担心哦，木莲甲花红红，唔得对。哎，阿叔啊，你敢有因两个人的消息啦？有消息无消息啦，拢是缘分啦。还是讲唔知安怎呢？这两个人哪会出现伫家门的大厅？啊，安尼敢不是向导结下咧？啊，别别别，你放心，你放心。可成这阵啊吼，还阁未甲因抬咧，咱拄啊好利用这段时间呐，来甲因救出来。叔啊，我听你安尼讲，你敢有啥物妙计哦？调虎离山。哎，这是哪？哎，阿人哪来你家嘞？一顿要问恁啦，恁哪足大胆，家来我再关起啊？关起？敢讲你就是关老爷？无唔对，恁若好好跟我合作，我大大的优赏啊！你到底想要创啥物？你身躯内面的迄白玉镜。是按对来的。啊，白玉镜，你若把白玉镜秘密讲出来，我就放你出去。嗯？喂，我连你不应该讲，就算讲你甲伊讲，伊嘛照常会甲咱害死。我爱讲，我爱讲啊！你若无讲，我即摆就现甲你害死。哎，不行，你袂用害伊，你唔通害伊。卖害伊，因为你把白玉镜秘密讲出来。阿珍，喂，我连你不应讲。你若是讲出来，咱照常卖死。你唔通袂记，你阁爱去救你阿娘。阿英，你养过？我跟你讲哦，我的耐性是有限的。我算到三，你若无讲出来，恁两个人头都要落地。一、两。救火！救火！救火啊！啊！救火啊！快下厝哦！快！嗯，你吹眉笑，啊？我捌看到你笑。哦，唔捌看是缘啦，啊！你即摆看到，啊，你嘛是缘啦，对无？走开！快下厝！救火啊！救火！救火！阿花咧，我再给你，阿花来救火，我给你卡安尼吼。哎哎，等等，你咋了？你又没讲你，走开！我下厝，你又没讲你，啊？你有啥物记录？紧走，要若无，我会害恁全部受连累。紧来，紧走。你来，你讲嘞，要走恁同齐走，偷偷我行就好。哦，较细腻嘞，你来。你来，哎哎，大家看，头前就是我哩店啊啦。啊？我哩店？啊？啊，你想我来这创啥物？哎呦，有缘师傅哦，心机妙算，用调虎离山之计，才给恁救出来呢。对啊，而且伊叫咱伫个五里亭等伊。原来是师傅，是师傅。是啊，玉元师傅为着要救阮吼，伊一个人将遐官兵拢甲伊引开啊，所以阮们才会当来救你。原来师傅无代志。哎呀，哎呦，太衰了你！哎呦，哎呦，真大胆，家族来家门去救人啊！哎呦，哎呦，无法度，我这也不是调工，迄救人哦是缘啊。哎呦，我救袂到嘛是缘啦！哎呦喂，安尼嘛是无缘啦！哎呦，这哦，这结缘啦，结缘啦！好，我无兴趣跟你讲这个佛理。我问你，你敢知影这白玉镜的秘密？
哎呦，迄阵互你知影的，对你嘛无路用啦。这免你操烦啦，你若讲出这白玉家的秘密，我嘛袂甲你为难。啊，为啥呀？嗯，好，我讲下你，我讲下你，这白玉家的秘密哦，这若讲出来到底哦，惊天动地哦，轰动武林，惊动万教。这若讲互你听了哦，你三分七撇就赔了了。这就是哦，连每个月十五号，照着迄个天顶月娘的月光，对这个镜的内面，就会当看到迄个秘密。到底是什么秘密？这秘密我嘛不知道，我唔捌看过，我哪会知啦？还是讲你袂使假抬哦，你上少嘛爱假留个十五米以间，我若有甲你骗，你唔得假抬着。到时你也甲我骗哦，你也死了真惨哦！我甲你讲。来人啊！在，先该押落去。是，是，干，干，哎，哥，押落去哦。哎呦，小姐，你赶快出来！小姐，到处有八百万人的声音，原来是用关在家。厦门上会发布。不过，若是要用这个神雕，就还要靠部队罗汉金体来配合照顾，这是要安怎？就莫想遐济，既然来到这，不如我就先试看卖。怎啊？啊，今嘛吼，阁无看到有缘师傅啦。我咧想哦，伊可能出代志啊。走，你袂动。有缘师傅一定有危险啊！我要入去去看卖啊。不用的，无咧，你不用去。迄个关老爷毋是一个正派人。假使你若真啊去，不但袂当救出有缘，反倒当你家己嘛会无命，你知无？有缘师傅。伊就用无顾伊家己的生死救我，我变哪样无救伊的嘞？好，假使你若一定要去，我陪你来去。不行的，你即摆两眼失明伫嘞，你若去会愈危险。金常，师傅，你住即个附近，找看有车种草无？先甲红红姑娘顾目睭，等下我代志若办煞了后，转来才找来去找名医。哦，好啦。哎，不，是讲师傅啊，这路草我较熟啦，无我甲你来去好无？唔免啦，啊，侪人去，恐惊的，较容易去用发现着。哦，听我的话，踮在遮，明仔载我若无转来，你就带因离开。好嘞。啊，好嘞。哎，无咯，师傅，师傅，好嘞。老爷，老爷，哎呀，搁有啥物代志，搁你安尼凶凶戆戆嘞，哈？洪九走，你就想啊，伊去倒转来，你说？啊人嘞？啊人都伫外口，伫念经嘞。来，带你来。是。呀。真好，你这个下手啊！天堂有路你不爱去，地狱无门你家己弄入来，啊！阿弥陀佛，我唔入地狱，是啥物人要落地狱咧？啊！你要落地狱嘛，真简单，我一刀就甲你解决你的性命，啊！我既然甲敢来，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不过我想要用白玉镜秘密，来交我有缘师父的性命。你也知影白鹤家的秘密咯，啊？你唔好忘记，伊身躯迄块白鹤镜，
本来就是我的。我甲你抬死，啊！你迄个幽燕的吼，伊十五暝伊嘛会甲我讲，迄白玉镜的秘密。嗯，袂用的，你袂用的抬的，伊根本都唔知影啥物白玉镜的秘密啊。咁安尼？无唔对。卡叔，你即卖若紧将伊放走，我就会用的随甲这个秘密甲你讲。你无甲我骗。我绝对无骗你。老爷。你的办法真好，去把黑手抓来。叔，孟莲，孟莲啊，你敢不是逃走啊？你哪还倒转来伫遮啦？伊就用无顾你的性命解救我，我本来也无倒转来甲你救的。哎呦，你搁倒转来，你我遐计划唔想白白了的。范老爷，你莫袂记的，咱拄仔是有约束的。哈哈哈！你嘛爱知啊，即嘛马上甲白玉镜秘密交讲，啊无恁两个人拢无性命。无咧，千万你都唔通甲伊讲，你若是甲伊讲，同款伊也是甲咱害死啊！哎呀，哥，你唔通安尼，啊无伊即嘛随亡命。好，我讲你唔好乌白来。无咧，唔通讲。叔父，我有拍算伫咧。关老爷，你听我详细。白玉镜会用得直通地界嘞，真个啦！假使你若不相信，我会用得带你落来去。你若惊食，你用得带两个斗阵去啊！但是我白玉镜有两面啊，一个是真的，一个是假。你若要知影倒一个是真的，倒一个是假，你即马就赶紧将白玉镜摕出来。只要伊若照着月光，就马上会当分辨倒一个是真的，倒一个是假呀。哎，这是假，有啥物物件？这是正经的，你看，有看到地啊？还是要安尼入去啊？无恶不作的人，心若无正，必入地界。必入地界。叔，白玉镜，看去啊！哎呦，大伯连师傅叫咱找车金草啦，啊，规个山找透透，就是找无车金草嘞。哎呦，金松兄，你莫烦恼啦，你敢无听人伫个讲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所以只要咱若是有耐心吼，一定找有诶啦。行，无咱即摆过来头前遐找看卖啊。哦，也是讲哦，我即摆实在足烦恼无恁师傅的呢。我相信吼，师傅一定袂有代志的啦。搁再讲，就算讲咱两个人若是拢跟师傅去，咱嘛也无办法帮伊斗三工啊。想要到咱原话的代志，煞去拖累着两个师傅啦。万一因两个若出啥物代志哦，这叫咱要安怎哦？总讲一句吼。拢是迄个白玉镜掠来好啦，若毋是白玉镜，咱老爷伊嘛袂死，咱两个即马嘛袂变到安尼。无，我感觉吼，拢是迄个区教官啦，若毋是硬要霸占迄个白玉镜，根本就袂掠出遐尼侪代志嘛。伊遐一只也奇怪呢，迄个白玉镜对伊来讲，敢讲食一只重要许？就是啊。我来倒位食水食。哎呦，啊，这是什么人啊？哪混到你这？金松兄，既然都给咱拄着啊，无咱先把伊安顿下再搁讲。好啦。我靠啊！上我万两三百斤。啊！姐，唔好啦，唔好啦，何凤姐，你看，我发现这个人嘞。哎呦呀！啊！是铁蛋，伊是安怎哈？啊，知影伊是安怎。
明你是我暗暝的心内现实的生活。冷冷风东西，黑门天天门地，一种痛苦，谁人知？若想你恨恨恨恨自己，不想你真真真真伤悲。虽然深情香花味，嘛着做一个。